看看老妈准备了什么好吃的。鸡蛋可是我的最爱，我得全部吃掉。恢复原状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哎，刚才把盆端错了，赶紧换过来给儿子一个惊喜。哦，儿子，先吃饭呢。来了。看，这么多面条啊，好久没吃面条了，我吃面条吧。儿子，你吃盆里的，盆里有肉。盆里有肉啊，这样给我老婆吃，你看我老婆最近都瘦了。来，我吃面条就可以了。你可别后悔哦。后什么悔啊？妈，我今天后悔啊，你们所有人都叫我猪八戒。老妈还不知道鸡蛋已经在我肚子里。妈，你就帮我那个榨菜拿过来。配面条好吃。妈，那我们吃吧，等会再吃。哦，等他吃完了再吃是吧？啊，对，等我吃完再吃啊。等着吃空气。嗯，那这样吧，妈，来，我们吃三张。妈说等会吃，肯定有惊喜。哦。这个榨菜吃起来脆嫩爽口，咸淡适中，搭配着面条吃也许有多香了，也不知道面条够不够。太香了。你总吃干嘛？你又不是面条，你吃这榨菜干嘛？小气鬼！我买了很多啊，你这么小气干嘛？哦，哇，大鸡腿这么多啊！来吧，啥情况？吃饭。你别笑，哇，怎么都生的，生的怎么吃啊？生的怎么不能吃啊？哇，我想吃你炒的辣椒炒肉，你炒个辣椒炒肉。不好意思，没钱。没钱？我昨天发工资8000块，我交了7000块给你啊。交是交了，我看某人啦，还留了私房钱，1000块钱也够没有啊？可以，可以吃。行，都给你，100块吧，来，快炒，炒个辣椒肉。不好意思。我约了闺蜜逛街，你慢慢吃，拜拜。那饭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太难了。儿子终于要饭了。所以我很珍惜，不敢大意。来，儿子吃烧烤。妈，你又想忽悠我是吧？烧烤，哼，你今天又没出门，哼，哟，好长啊，好像我最爱吃的。哦，妈，你点的外卖是吧？嗯，那我吃烧烤。来，这米饭给你吃，拿过去。不吃啊？给你吃，便宜啊今天。这豆皮给你吃，嘿嘿，那烧烤我吃你的米饭了，嘿嘿，那我吃了。你吃吧。有人。老公，你不会后悔吧？我后怎么悔啊？我有烧烤，我吃米饭了，我傻了？我今天后悔啊！你们所有人都叫我猪八戒。八戒，后悔，吃，便宜了。
儿媳吃得这么香，看来今天的鸡腿应该卤得很到位了。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，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蕊骨的。仔细想想，我好像有一个月没吃烧烤了。妈，好烧啊，这里面有羊肉串吗？有是吧，我知道。啥情况？空的，妈。哎呀，你别开。还给我，还给我。空气。老公，你不是说你不后悔吗？后悔是。我说过吗？我说我不后悔吗？一天天就是套路我的鸡腿吃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鸡腿。妈，你饿吗？嗯，有点。哎呦我去！吃啥去？儿媳妇果然没有白疼，处处都会想到我，不像这小子只顾着自己吃。看伪娘今天怎么整你！还好本王子聪明。要不能这么好吃的豆皮拌饭就给套路没了，嘿嘿。老公，这豆皮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是我买的。你买的？嗯。儿子吃饱了呀？吃饱了，还好我机灵，要不然呢被你套路没了这个饭。来，先你吃。哦。这里的公厨间，哎，上海琴呐、啊！哇，还有大烧鸡！烧鸡啊！来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！你们怎么样？哦！趁老婆还没来，先把红烧肉藏起来，留着一会儿慢慢吃。嗯。一只吃独食的家伙，给我瞪着。这五个鸡蛋。就用来迷惑老婆。老婆，吃饭了。来了来了。来，先吃面条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蛋呢、啊？怎么没有一点肉啊？吃什么肉啊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胖什么样了？来，现在给你。那、啊、算了，我这个给你们。你这个给我呀？对。你不吃吗？我不吃，给老婆吃，我吃面条就可以了。吃吧。这个鸡蛋就想迷惑我，也会让你好看。哦。我来了。好，准备好了。今天的红烧肉炖的还挺烂的，我感觉碗里的肉好像不够吃。红烧肉放我身边安全点。哦。机会来了，有人。这么喜欢吃人参果了，来来来，还给你，这么小气。一块也不给他留。这家们可不想好人呐。
老婆，你别总吃啊，这大菜我待会还配肉，配面条吃呢，都没有了。你别笑，找手指啊你，我买了很多了。买了很多？对啊。来，都给你吧。谢谢老婆。老公，这面给你吃，我吃饱了。就吃饱了？嗯。都给我吃？嗯。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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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